卖家见怪，我就无讲，因为伊囡仔无在用。你做官的吗？啊，你官啥小朋友的东西啦？你官新港十二点的啊？官新港十二点的，要回暖了吗？十一点半。我骑回去啊！哦，紧，啊，无你十一点差呢？十一点？啊，即摆到九点。你意思讲，你看完十点骑？你即摆到九点呢？你叫伊骑回去，你是咧十点才骑回去的啦。阿爷时速二十呢？几点？你在骑欧多拜这么慢哦？对啊。哦，啊，他刚才妈妈说那个嘿安全驾驶，你知无？啊，不是，刚才从新港骑来，唔就骑两点钟。哇塞！是啊，你也差不多时速二十，你即摆在。啊，无你伫诶青寮骑来偌久？诶，青寮骑来才偌久？一个小时。阿红，伊咧问你啦。一个多。哦，真的很困难呢。伊伫台南呢，骑来遮。伊为着要看头家，我佩服你。头家叫来小姐，嘿。哦，对，不是头家。头家无啥小好看，嘿。小姐较，我只是小姐较好看。顿了一下而已。阿母讲，伊就要看恁只鸡啊啦。阿母讲鸡啊。嘿，鸡啊。阿母安尼讲鸡啊是足优秀的啦。哦。嘿啊，伊还佫无加一日水嘞，吼。水鸡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人已经，人已经足优秀，阮是两字分开讲，啊，你莫做。你叫我讲的啊。我哪有跟你讲？你明明就叫我讲。啊是啊，好啦，讲出来就讲出来，莫遐粗鲁啦，尽量甲主席小配合一下。你叫我粗鲁的。哦是啊。你叫我讲水鸡。无啦，人我阿母讲鸡啊，我讲水呢。哦，我感觉嘛，歹势歹势。安尼啊，后边啦，莫想。明天我感觉做煞，你应该爱甲带去迄落先跟白英一撮。我有订好啊。嘿，因为我感觉镜头敢那愈来愈严重。订套房。套房遐。因为无人敢加伊住。哦是。你叫伊带十个去汽车旅馆，伊两个是要推广推的哦。哦。风茶囝。红茶的囝叫做太祖，啊，红叶的囝，红叶的囝嘛是太祖啊，你是阿健的哦。哦，来谢谢。好，我袂瘾讲啊，吼，我即马搁讲了，我可能爱做到十一点，继续安排。袂瘾讲，继续安排新十八姑娘。好，今仔我叫共同来欣赏安排新十八姑娘。Thank you.
好，我想大家生意就大大，永远赚钱，拢赚钱哦。现场嘉宾大家们也好，要祝大家很入迷，会让一日好，两日好，日日招财，有进步，子孙的孙代代出着好，子孙赚钱更有子孙哦，谢谢。